我们要相信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天不由人呐、啊。这一生得富贵，贵是有地位，这边完全讲的贵。前面无量宝藏自然法印，这是富。这个是有，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，这是贵。富贵都是过去生中，前头会说这句话是好，菩萨与多劫即不是持戒功德，不是一时两时的，一时两时的很少啊。长者居士豪兴尊贵，至少是五世才能记得，才能得到。刹利过往啊，至少要十世。转轮圣王、六欲诸天，那就得几十世的修持，你才有那么大的福报。梵王就更不得了了。我们明了这些事情呢，看到富贵人就不羡慕了。没有这个嫉妒心，没有这个心，为什么呢？他修，我没修啊，他应该得了，我不应该得，心是平的。不然的话会有嫉妒，会有怨恨。为什么老天对他好，对我不好，不公平？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，你又造罪过，你来生比这生更差。这就是不懂事啊！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那是人家修福报，我要好好修，我来生就得到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嫉妒、怨恨，只是让你堕落。那是造恶，恶的念头，恶的心呐，感的果报是三恶道。这些事理确确实实，只有在佛经上讲的透彻。讲得明白人在世间最重要的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。